首届2013中国时尚周启动仪式昨晚在北京隆重举办，孙宁、樊蕊等出席。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天狼星行动》中饰演反一号的樊蕊应邀出席。活动当晚，樊蕊一身优雅装亮相盛典，以妩媚优雅的气质笑傲红毯，在当晚的女星中显得格外耀眼出众。现场一向好人缘的樊蕊和 Believe 总编王月星等多位友人热情互动，谈笑风生，心情大好。对于近日有媒体拍到樊蕊和《甄嬛传》果郡王李冬雪约会喝茶的照片，被曝两人热恋近一年，对此樊蕊首度接受采访时回应：近日有人有媒体拍到你和李冬雪约会的照片，媒体就报你们说你们热恋有一年了，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？我是很欣赏他，确实很喜欢他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男生。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感情方面的事情少去就是关注一些，多多关注我的心细，我的那个对角色的认真，希望大家关注这些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